你好好说话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呢？你不要以为你心里面想什么，不算这个贱人。你在这儿报警啊！你冷静点。阿姨，哎，吓什么阿姨啊你？真的是，这个马小芳见一个爱一个，真的是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啊，你什么？来来来，你干嘛？
回去去把这个交给我们系的，你回去。来来来，起来起来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肯定要陪你的，走吧，你不要想太多，放心，走吧。